大家好，我是凡凡，今天啊又来了一批骑行的装备，这么多，看一下有什么。这个呢都是一些那个小玩意，都是很小的啊，一个一个的来吧。这是个挂钩，挂钩的话可以放在那个自行车上面挂东西，然后再看这个，这个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个是补胎工具，这样的话在路上的话就不怕爆胎了。看一下这个，看一下这是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一个呢是那个护目镜，这个是护目镜，看一下，这样看就行了。嗯，不错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路上有灰尘的话也不怕了，都是好东西啊。哎，看一下这一个。哦，这是个码表，码表的话就是在骑行的过程中呢可以看它的速度，然后骑了多远都可以看出来的，这个是好玩意啊。看一下，打开看一下，把这个盒子都坏掉了，被我搞坏了，如果有问题的话就不能退了。就这个像那个手表一样，不错，有显示了。这个码表是那个 GPS 码表，它不需要那个感应器的，非常好。还有三个包裹，这个四四方方的是什么？四四方方的，哦，这是个魔方呀。这个魔方其实就是个排插，但是呢小巧玲珑啊。它这个上面还有三个 USB 插孔，然后这个四周还有三个，一共是六个，这样的话存那个充电宝就很方便了。这个是绑带，这个绑带就不用看了，三条绑带。最后一个包裹了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么大一个袋子啊。哦，这是雨衣，雨衣的话呢这个是必备品，因为有时候下雨啊，如果没有雨衣的话下雨就起不了了。看一下这个质量好不好，这个质量好像还不错啊，可以不用看了，就这样吧。所以到今天为止啊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买齐了，然后再计划一两天呢就准备骑行出发了。